我们这个通过警察，他就这个拦截吧，他破车他，把车辆停下，但停下以后，司机仍然是不开车门的，不配合我们的管理。 危险，我也没办法，人不跑，驾驶证已经扣6分了，要再扣6分，降级就开不了了。保持人员是路口哈，情况不掌握。先开开了，先把门开开了。啊，我这刷个绳儿来了。啊，不是，老大，老大，别走，别走。